原则上是。然后英山有纪之前也曾经提过，他希望说这个波峰案经过司法调查能够喊他一个清白，但是他真的觉得在后续媒体的报道，他的压力并没有减轻。其实大家应该有发现说，英山有纪在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沉默许久了，那面临到最近的一个媒体报道，不得已才又突然在开这个记者会。嗯，嗯，其实这个不是等到时候，这个他们在直接告诉我们什么，然后大家就会知道结果。仲有有啲同阿林有為佢哋交往一啲冇公開過嘅事情，唔知大家有冇興趣？尤其小姐说哈，有些呢，跟林友慧小姐呢交往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方面呢，没有对跟媒体公开过的，不知道说各位媒体有没有这个兴趣听这一段。嗯，